我是两个孩子的妈，我每天一定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倒数计时。现在的小孩哦，没有让他感受到有一点威胁，每天都这样懒惰啦，欠尬死。哎呦，妹妹啊，都几点了？你现在还在睡是怎样啊？啊，再睡五分钟也来得及啊。你最好是来得及，你赶快给我起床哦。等一下啊。没有再等一下了，你再等下去要隔天了，赶快起来。再一下下。快点，我给你五秒钟离开那张床哦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啊，好烂好烂，烦呢，起来起。快点给我起来刷牙洗脸。但也不是每次这样数就会有用了，他们现在长大了哈，你数那六个八拍都没有人要鸟你了，你正着数倒着数都没有用了，都数到二五六、二五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一了，啊人呢？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要加上一点威胁和理由了，哎，通常威胁比较多啦。许君伟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要再玩直播了啊！我就书读完了啊，也刚好是考完，为什么不能用？那你书读完了是不会来帮忙做家事吗？你玩这个怎么浪费时间啊？哪会浪费时间啊，我现在粉丝很多好不好？多少啊？就很多嘛。多少嘛？就很多啊。几个人啊？超多。超多是多少？就很多啊。很多是多少个人？很多很多。好，反正那不是重点，我现在数到三，你立马给我收起来，不然我就马上没收你的手机，快点。哦，你每次都这样啊。三、二，好了，关就关，关就关，关就关，快点收起来啊。你看吧，所以就是要加上一点威胁才会有用嘛，而且更好笑的是对我老公也有用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我跟你说哈，你那个衣服我刚刚已经洗好了，你去晒一下。哦，有没有听到啦？去晒一下衣服啦。好啦，等一下就去嘛。你再等一下去，衣服就要臭掉了。哦，看完这个就去嘛。你我数到。啊啊啊！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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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。也是有偶尔没效的时候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不要逼我采取更激烈的手段，这不能怪我吧？好了好了，你电动收起来了。哦，等一下，等我完再关啦。哎，你已经看太久了，给我关起来。哪有啊，我只才一下下而已。关起来啊，我数到一。我是两个孩子的妈，不管我的孩子有多叛逆，有多不听话，有多难教。